有手就行了，会不会玩？我弄一下东西。不行。你是怎样啊？你是情绪勒索的神啊？没有啊，那你要弄，那不用跟我们说啊。太有礼貌了，我帮他改变一下。就跟你说三四点还不可以，不用多有礼貌啦，大家都第一次见面，要恶劣就来恶劣就好了。我而且只有小豪说话、欸，其他人都没说话。啊、哦，是傻跟哑巴吗？怎么可能是？不是有先喊的吗？怎么可能是？打野上开下路会是那个谁？谁是那个？谁是小豪啊？我知道我啊，老一 OK。打野上开下路会是？打野不用来下路啊？为什么一直遇到打路上、啊？哎、欸，孤单山姆哎、欸，我操！一级。欸、你们其他們对，你们、欸、你们休息就好了，等下拿个五杀就回去。哎、欸，如果你框到的话，我点 W 没事。嗯，好吗？应该点 Q 还是比较强吧。嗯，你一级 W 一个夹子而已嘛，可以三个哦。我直接一直预判他们走位，他还是会反，他还是会闪现。不然你先放一个 W 在这，然后等一下他往这边，啊啊啊！那边被看到，他往这边。对，没有啦。OK， 等一下推线啦，靠腰。他我们是一等点，真的、啊。他等一下走过来，你先讲啊。好啊，你说，我懂你意思。对，他等一下走过来你就有，那有的话我你这边放个 W， 他们必走哎、欸。嗯，你这边放个，这边放。啊，你已经放了，我想等等他走过来再放。他如果他走下面呢？然后他如果闪上去，对，他应该是走这啦。你再放一个在这啦，这里。你不是三个？好 ，OK。好，你先。他往这里，他往这闪，信我。啊！好可惜啊！啊哈！啊哈！啊！谢谢，很可惜哎、欸，差一点哎、欸。差一点，有哎、欸，我们的思路有到位耶。没有猛是我的思路。这拉克是谁？尼克，嗯，朋友。是我的思路，不是我们的思路。我的吧。你在那边点 Q 点 Q 啊？点什么 Q？ 不懂。你打二十吗？哟。我往前哦，改点 AD 啊。哇哥。哇，还升等 ，double kill， 好可怜、喔、，double kill， 认出来，剩一滴血不 A 靠赛升等上杀，来五八万的这样，好帅啊！来了，好帅啊！操，怎么操啊？嘿。不是上帝，是真的，不是放屁。哎呀，那个一级太可惜了。不是啦，因为你刚刚那个位置我跟不到啊。你又不往前，我往前还不往前。好啦 ，OK 啦，说了。哈哈 ，OK。小豪，你怎样？啊？怎么了？小豪不是柔一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刚刚是那个视角的边边看到而已啦。你是 Q 打到小兵是吗？打 Q 打到小兵啊。哦，没怎么啦。没事哦。没事啊，没怎样，不会再去。好了。不会再去。哎、欸，这里面的这里面。也太远了吧！哦，他一个踩到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我还住哎、欸，他死，我还住。